老九门是哪九门？老九门是指上三门、平三门、下三门。老九门是南派三叔作品《盗墓笔记》中提到的老长沙的九个盗墓世家，又称九门提督。上三门有张启山、二月红、半截里。上三门为官，都是家道殷实的老家族，有着门面上的正当买卖，而且在官面上势力庞大，盗斗主要靠自己的伙计。平三门有陈皮、阿四、吴老狗、黑背老六。平三门大部分是恶名，手下最多几个徒弟，这些人都比较年轻，而且贪欲很重，名声也是靠拼杀出来的，所以做事没有顾虑。下三门有霍仙姑、齐铁嘴、谢九爷。下三门为商，是故事比较少的一门，都是已经往古董商靠的商人，主要以倒卖为主，虽然功夫不弱，但是不太自己活动，